简易拜日式，身体直立，双手于胸前合掌，先吐一口气，一边吸气，一边将手臂向后伸直，将手臂靠近耳朵的两旁，上半身尽量的向后仰，慢慢吐气，身体向前伸展，尽量的将手靠近地面，将身体向双腿靠近，吸气，将右腿向后退出一步，将臀部下沉，慢慢的抬头向上看，收回头，将左腿向后退出，双腿并拢，屏住呼吸，吐气，轻轻的屈膝，将你的膝盖、胸部慢慢的靠近地面，再吸气，渐渐的向前伸展，将臀部向前推，慢慢的扩胸，向后仰头，吐气，手脚不动，慢慢的将臀部向上提，让背部和手臂努力的成一条直线，将身体做成三角形的形状，吸一口气，收回右脚，将脚收回到双手中间，臀部下沉，慢慢的抬头向上看，吐气，将左脚往回收，双腿并拢，将膝盖伸直，将面部向双腿靠近，慢慢的吸气，收起头部，将全身慢慢的向后伸展，吐气，将身体还原，双脚并拢，保持均匀的呼吸，请大家跟我再来一次，将身体直立，一边吐气，一边将双手放在胸前合掌，吸气，将手臂向后伸展，靠近耳朵的两旁，身体向后仰，吐气，慢慢的收回，将手掌靠近地面，渐渐的低头，用面部靠近双腿，吸一口气，将右腿向后退，臀部下沉，抬头向上看，屏住呼吸，将左脚向后退，双腿并拢，收紧你的双腿和臀部，慢慢吐气，渐渐地弯曲你的膝盖，将胸部靠近地面，再吸气，渐渐地向前推，慢慢地抬头向后仰，扩展你的胸腔，再吐气，手脚不动，将臀部尽量地向上提，将身体做成三角形的形状，腹部尽量的向内收，吸气，将右脚收回，回到双手中间，臀部下沉，慢慢的抬头向上看，再吐气，将左脚向回收，双腿伸直，试着将脸向双腿靠近。拜日式不仅有暖身的效果，还能促进血液循环，调整体质，柔软全身，增强体力和抵抗力，并且能预防肥胖，消除疲劳与贫血，调整自律神经，使全身细胞活化，充满精力，精神愉悦，是美人们不可不练习的基本体位和动作。